家跟我做脸的地方很像。那喉结，哎，这个怎么有喉结？哦，我现在开始。第三关根本不是我对手。我开始哦，反正我从唐老师、老板跟安娜里面选一个。唐老师，这谁啊？之前唐老师跟我直播的时候，他给我看他高中的样子，一模一样。我不骗，先给我600，然后下次再一起问他。这个是不是你？不是，可是这个背景看起来很像我做脸的地方。你做脸的照片？对，我做脸的时候没有在自拍，不敢自拍。是不是你？不是我，然后我不想猜了。好，就是你。我的。啊这啊呀！这竟然是我！这是我去白丝公主家跟她拍影片的时候，所以这是她家。哇，你家跟我做脸的地方很像。我不想猜了。他就是小松菜奈。好，没问题，好酷哦。这两个都有可能是我哎，那我先猜这个好不好？我猜这个是安娜。他脖子这么黑吗？哎，看喉结。哎，这个怎么有喉结？可是这个绝对不是我啊！完了，对不起，不管是谁，你没有喉结。那我先猜这个是安娜吗？哦，只是阴影比较黑。我老板。嘿呀！对啊，这不是我啊，是你啊！我跟你说，老板以前跟我长得像，他要的就是你，不要他。我刚刚想猜这个是我，现在我完全不知道这是谁了。哎，我都先猜老板好了，反正老板还没出来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我的偶像，对不起，是白丝公主，可是这真的太……对不起，这个造型很像老板会有的造型，这个衣服很像唐老师，背景也有点唐老师。哇、哦！那不是喉结啊！老板，哦，我刚才没认出来。那我是绝对不知道是谁了，对不起了，不是我，我绝对知道是杨丞琳。你要加分题是不是？对，我要全部的其他的东西。好，无限称赞10到15秒。赞美别人就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。你要带着这个板子称赞吗？不要，我再也不要看到这个板子。3、2、1。对，没错，就是你。在看这个影片的你，是如此的独一无二，又酷，又赞，又了不起。我想你的父母应该都很以你为荣吧。还有国小的数学老师。一定都很骄傲，你还记得那些国小的数学，而不是记得国中或高中的数学。你是一个很棒的人，赞哦，300分。我现在要进行最后一关，身为一个男人。看好啦，表演咯。你是偷偷用手好？没有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用到这边，我不需要。10根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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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在哪里？我在干嘛？好，这就是身为一个男人的印记。你有时候你努力了不一定会有结果，可是你红红的可以炫耀。我现在要做最后一个挑战，就是收操
五，为什么现在开始？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五、四，太简单了吧？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蛇，哈哈哈哈，对对对对，刚刚你那样，这样哦，然后，啊，不是这样，对 对, 對，是这样哦，对对对对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很简单。好的，没关系。我很硬吗？嗯。好。五四三。不行。好，五四，你不可以偷拉啦。三二一，好，恭喜。好，可以。可以。简简单单。那我要再最后一个动作。好了，真男人挑战里面得到六百分，这样也太少。不需要换我的奖杯，因为那本来就是我的，而且今天我经历了那么多困难的挑战，我觉得想出这些挑战的人需要一些挑战，需要好好的保护这个奖杯一阵子，加油！等一下，再讲一下，意大利面那一题是故意的。他数学呢？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